大頭菜。做乜事啊？你凍啊？著衫啊 ，Sandy。我唔係凍啊，我肚餓啊。下個星期我就要去船 P 啊，仲未減好肥。都話你啦，啲女仔為咗貪靚啊。咁我諗住就係減啲脂肪啊嘛，點知連啲肌肉都冇埋。唔怪得知你咁易病啦，人一冇咗肌肉嘅話，抵抗能力就會差噶啦。真定假啊？你有冇科學根據㗎？係有根據㗎。Sandy， 你突然間彈出嚟，阻住我打機嘅。係啊，唔好掛住打機啦。其實咧，肌肉同免疫力咧係有關係嘅。肌肉分三大類，有心臟肌啦、骨骼肌啦，同埋平滑肌嘅。骨骼肌咧就係其中一種嘅內分泌器官嚟嘅，佢哋可以製造啦同埋釋出咧個細胞激素嘅喎。特別係咧 IL-15 咧就可以咧調節咧免疫系統嘅功能嘅喎。健康的成年人做了中强度运动之后 ,IL-15 在血液的水平就会提升，有助激活免疫细胞，促进肌肉的合成代谢和脂肪的分解代谢。一看就知道我的港跳型肌肉很厉害。其实 Jamie， 肌肉够不够有没有 check 的？其实是有的，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手压力仪器去 check 你手的肌肉力量。如果在家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试，就可以知道你的肌肉力量够不够。首先坐在凳上，大腿和小腿屈曲成90度，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圈成一圈，放在小腿最粗的位置。如果圈的空隙越大，肌小症的危机就越高。哎呀，如果测试都是水平以下的话，有没有方法可以短时间锻炼肌肉？最好越简单越好，连长者都做到就最好了。是的，那6号先做到的。那我们边看电视边锻炼肌肉 OK 先。以下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手臂、腰、背和大腿的肌肉，做法很简单，只要预备一条皮带就可以了。首先挺直背坐在凳，然后将皮带套在右脚脚底，双手紧握住皮带尾部，手踭屈曲用力向后拉，肩胛骨向内收，膝头同时向身体屈曲，收紧腰腹，保持背部挺直和保持呼吸。再将手踭和膝头伸直，然后重复屈身动作，做完右脚可以换左脚，重复以上步骤就可以了。那他这样做的话要做多久才见效呢？其实我们一星期做2至3次，大概2至4个月都会有效果，但是年龄、性别或者摄取的营养等等都会有影响的，所以效果都是因人而异。再高一点，是了，老人家就不建议扯到这么高了。哇，如果要等到他做到见效，咪有排都收不到工。导演，不如放饭了好不好？走了。那我怎么办？导演出得没有？